diagram show two fixed points x and y on a school field. A ball moves parallel to line xy. 它的 v 是这样，然后这一边是它的零啊。OK, so 这一边是零。At the beginning, is the ball moving toward y or away? So 这一边是零，这一边是零啊。OK, 我以这一边为零。OK, 以这一边为零。So 我的 t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的 v 等于三乘零减六，等于减六。减六的时候呢，它就是 to the left 咯 ，to left。然后所以它就 to y 咯。然后 b 的 find the initial acceleration of the ball。So 我的 a 等于 dv dt， 我 differentiate 它，所以它就是三了。So t 等于零的时候 ，a 等于三了，那全程都是 a 等于三了。OK， 三 meter per second square。Find the range of time the ball moving toward y，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 move to y 的时候，就是我的那一个 v 那一个小过零的时候，所以我的这一个三 t 减六小过零，三 t 小过六 ，t 小过二。然后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x y 是三米。Can the ball reach y? Show your calculation to support your answer. 我的这个 d 一的部分呢，这个是三米。我的 s 呢会是等于 integrate of v dt. OK. 然后我的 maximum velocity 的话呢 ，OK。我的 maximum velocity 是我的那个maximum displacement， 就是当我的 v 等于零的时候，所以我的三 t 减六等于零的时候 ，t 等于二的时候，OK。然后这个 t 小过二不对哦，它还要在零跟二之间哦。所以我的 t 等于二的时候，这样我就要找我的那个 s 等于什么了。我的 s 呢就直接是零到二 v dt， 所以它就零到二，然后这个是三 t 减六 dt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 integrate。三 alpha x 减六，从零到二，所以我拿到的是减六，所以这个等于减六米。减六米的话，它就可以到了 ，OK。所以在这一边 can reach y at 减三米 ，OK。Can reach y 啊 ，y 是在减三米啊 ，OK。好，在这一边，它要我们画 displacement time graph and the total distance traveled by the ball in the first 6 seconds。So 我的 displacement time graph 的话呢，它要的是 displacement time graph。So 我的 s 等于 integrate of 三 t 减六 dt。三 t square per 二减六 t 加 c，t 等于零的时候 ，s 等于零 ，imply c 等于零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s 等于三 t square per 二减六 t， 然后我的这个 s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就有三 t square per 二减六 t 等于零，然后我把三 t 抽出来，然后它剩下 t per 二减二。等于零，所以我就有 t 等于零 ，t 等于二等于二 ，t 等于四。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graph， 零跟四的时候，它是这样的东西。我的这一个 a， 我的 a
a 等于三分二，大过零，所以它是笑脸。这样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是零，这一个是 time， 这个是 s， 然后这边是四，然后就是这样。然后它的六的时候呢，在这边 t 等于六的时候，我的那个 s 等于三六 square 不二减六乘六 ，OK， 三 alpha x square， 然后不二减六 alpha x clc， 我放六进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等于十八 ，OK， 这个等于十八米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是六十八。好，它要的是这一个，这一边呢，它其实是有几种做法的。这个其实是那个 time 等于二的时候，它是减六，所以我这边还有一个是二减六。所以我这一题呢，它有两种做法，但是它要我们 sketch the graph， 然后再 find the total displacement 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要我们找那个 integration 的。所以我的 distance 呢，会是等于 integrate 零到四 ，OK， 所以我就 integrate 零到四，然后三 alpha x 减六，然后零到四。哎，不是，它的这一个 distance， 它应该是，我要 distance， 我应该要用 vt graph， 所以我的这一个东西呢，其实我把它这样想象成是这样 ，t 等于零的时候在零，然后过后它去到减六，然后它再去到十八 ，OK， 所以它是这样。降了，OK，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这一边是六，然后这边是十八，所以它的 distance 是六加六加十八，所以它是三十米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我要 integrate 的情况之下，我要用 vt graph， 它的 vt graph 是 3t 减 6， 3t 减6的话呢，这一个 method 2， 我的 vt graph 是 3x 减 6， 然后这一个是 3v 等于 3t 减 6，v 等于 3t 减 6， 所以这边是2。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要到多少啊？它到了六。我这一边跟这一边，所以它 integrate 三 alpha x 减六，从零到二减六的 modulus， 再加那个二到六。24，所以我的答案等于30米。好，就是这样。